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爆发这个看你呀，你看你怎么打呀？你问我，我又不知道，我这说不了的。谁知道你五级，你什么装备，你什么伤害，你怎么走位，怎么放的陨石，都会影响到你直接出错了。一般来讲，你打到半血之后再放三连，基本都能杀。你还要我让我教你一堆细节指导，你还不如找我拜师好了。我不想打游戏说那么多东西，有些东西教不会的。有些东西可以教，但是很多东西都很细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我编对线，一直我游戏不玩了，我教你。很多东西我知道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学的。我一般直播就是跟你们吹吹牛逼，好吧，很少教一些干货。英雄比较难玩，做时间观察一点。打风行者的话，吹风很重要，好吧？吹风可以驱散风步，很关键。客户在对面一样杀，哇，好险！这军团可真有意思，我操！哼，800里开外一枪爆了血魔的头上。
拉扯，这个位置可能有视野，中路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位置，我们先进行处理，从这个位置慢慢压进来。好，我们撤出来，防火人挂一下视野，小心剑。然后这边被抓，这个位置有视野，开悟过来的。我在第一时间我在看下路，他妈的本体被抓了，我操！还是有个 BKB 舒服，刚才这波有个 BKB 可以反打，不过我做 BKB 也没有钱，前期。开魔女啊，这小狗，小狗魔女假的。小狗可以啊，小狗站出来了。可以啊，这一波我们杀了一个。靠三连，先带这个风云的走，走出血魔大，不要被沉默，等血魔大招结束。随便插大兄弟，来，有没有一手戳四个的说法？看你戳四个，打不配合呀，秒天秒地兄弟，戳几个死几个，找个办法戳四个。还杀两个，剩下三个都活了，不会挂机，我靠，挂机赢了。
我下路三个影魔也带。哎，就弹一下，弹一下。OK， 血赚，晕他，哎，换下来是干啊！啊，火速的，废完了。帮我挨一下，挨一下，我走得快，能死不掉。你魔也吹风，猴子在这儿。我提上了，我没炸，非常好。没事没事，不是没关系。帮我输下血可以吗？我帮你，帮你，帮你输，帮你，可以，可以。输光没有，输光没有。我们四个就抱着在他们家里玩，然后那个就是线让那个水人去带，然后水人有装备直接带就非常好。完了，鸟呢？他跳到第一波，我操，回来了。这个谁啊？干猴子啊，猴子谁啊？我不要。你摸也行。高技了，高技了，高技了。猴子留住，猴子留住。高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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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可以顶着他了呀！你妈逼这个都没大的，也就一手无权大，明方又没有 BKB， 我靠，怕啥呀？哎，靠老子没鸟，我没鸟，来推上上塔没了。有弹吗？
山凋零里。根本没有技能，血量不要转太低就行。哦，吃芒果。哎呦，我好想捡，多捡点芒果。肯定要打呀，不打赢不了呀。这英雄本来就是要打的。